小小兵输入新的钥匙哈、哦、过程，第一个先按住按钮，龙头锁的按钮，哦，仪表板灯闪一下，放掉，再按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然后第三次，它会常亮。哦，常亮之后等到熄灭，输入第一组密码，假设为一，哦，放掉，间隔第二组，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，间隔第三组，七、第六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第六组输入完之后正确。灯会常亮，然后这个龙头锁按住，注意看我们新的遥控器哦。好、哦，红灯亮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